海上喋血。为什么真的活下来了？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问我？涉及台湾、新加坡两国的离奇事故，开启了关于人性黑暗的双线故事。是他们得到惩罚了。你那边怎样？我这边 OK。每逢星期一至四晚上9:30，八度空间全马首播。